就在那个年龄，诗篇找到了我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它从何而来，不知道是何时从何处而来。孙秀金，老师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，我无法用任何名字来称呼它。我的灵魂深处有什么正在萌芽？拂袖，回来了。8月18日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第二次初恋。